解说不太专业，是因为有些人所解他们的料子你呢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罗德尼带来唐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至尊神教的那什么给大家带来的261。等会儿，我切出来调一下这个。啊，好，调整过来。261用得好，那也是个神车。妈的，管子翘那么高。哎，其实当时二战的时候，像什么263那些东西，哪有他妈的什么那种提敌嘛？你他妈不就是火炮把炮管子降下来吗？那个白帽子，你忽悠人的！我靠，这么刁钻的位置你都找得到？哎，也简直是不得了！哎呀，哎呀！啊，还好，妈的，进这个坑了！哎呀，但是，哎你妈！啊！再瞄准一张就好了。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妈的，没用 AP。不，用 AP 不要紧，关键是那种 AP 打得奇准无比的人，那你就给他秒了啊。但是 AP 也不是每次都有伤害啊， AP 有时候会打不出伤害的，但你就会觉得很极品，知道吗？那被击中的人肯定就吓死了，一看伤害来源，妈的 AP， 我靠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刚才干不死你，现在干死你。干成狗了吧？我说炮兵就上好了。但是他还在瞄啊，这个哎呀140我觉得早晚都是个死啊。妈的，居然还没死啊，死了。哎我靠，导演你不要这样，给我反着来。啾。耶我靠，前面有个尸体给他打。我给大家爆个料吧，我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就那个Xbox One啊，微软的那个游戏机，它不是号称说它这个开机之后直接可以接着上次玩游戏地方玩吗？我发现并不是这样，其实是怎么回事，它根本就没有关机，它只是把画面信号给你屏蔽了，仅此而已。我是怎么发现的哈？因为有一次我把电源断了，我再开机就发现它那个启动的时候就很傻，它那个界面就感觉就像电脑把电源拔掉没有正常关机一样的那种，而且也就不能连着玩了。然后我就猜想呢，它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关机？然后我把那个手柄的电池抠了嘛，我就接那个线，然后我按前面那个。你按道理讲，如果它本身并没有通电的情况下，我长按手柄上那个键，它是不可能亮的，然而它亮了。然后我就伸手就在他那个关机所谓的关机状态下，我去摸他那个排风口，妈的，居然里面有风吹出来！啊，有的时候没有风吹出来的时候，你去摸它也是热的。狗日的微软个贱人，妈的，人家 PS4 的金会员每个月还送游戏呢，插万的送个毛，就是不充不能联网。我想，哎，尼玛，哎。哎，个坑呐、啊！我觉得Xbox One这样干下去，只有向下兼容这么一条路了。但是走这条路，这个也是个打脸，但不走是要死的。
不要脸跟不要命，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不要脸的。哈哈哈！哎妈的，我遭不住了。不是不玩这个的，不明白我在说啥。了解这个的，妈就要笑死了。年纪稍大一点的玩家应该都懂，啊，比较年轻一点的可能不太明白啊。现在很多那种卖游戏机的店，以前就是盗版机啊，然后就那破解的，你自己去下盗版，他们其实赚不了什么钱。然后现在 PS4 这些都是正版的，反而卖那个盘还赚了不少钱。他们的消费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。别急，去死！哎，我靠，看到没？寻找下一目标。老夫简直法力无边，我屌不屌？快来拜我一下！哎呀，糟了！那万一这个党看到这个视频怎么办？发现我有这种能力，那以后开什么大什么会，岂不是要先把我抓起来，然后全身麻醉？啊！救命啊！不要这样！好，没来看。哎呀，两个大表哥，这是分外眼红啊！妈的，我干死你！好漂亮！摧毁了！妈的，我只是说一下你就给他干死了。这该不会要被这个261这样给翻盘了吧？啊，那简直要日天！我这几天在电视上看见那个途牛旅游那个广告，妈的是不是真的？那么便宜可以去欧洲，不会是把我卖了吧？把子进去看一下。哎呦，小心！也确实有点那什么，双方是两个人吧？我们这边哎呀，就一个叉叉，不过还好，两个机动性也都不算太差。但他们别的，哎呀，这好怕呀！妈的，要死怎么办？哎，好，大表哥干得漂亮！干死啊！被摧毁了。哎，我靠！我说一下，那好了呀，现在那对面就一个火炮，一个28，我们这边反而还有一个连发跟机动性比较好的155，而现在他们他妈的28概念车也出来了，你快死了！你绝逼要死啊！你那么点血，哎！啊！敌人战车被击毁。我靠！我以为他躲过了，他当然躲过了，那这你敢信吗？反正我不信。那简直就是热狗了。现在这对面就一个92了呀，92好怕呀！我的两个骚货要来干我了，怎么办呢？可不可以逃到地图之外去啊？不跟他们玩了。你们俩，其实这种情况，两个都一起走就行，但是不要太近了，因为它爆炸范围挺大的。现在他即使他刺死一个，妈的有两个呢，反正其实优先可以把261放在前面，因为XDB155它是连发的，
二零幺被干掉了的话，查理的155他这个怎么都能把他给干掉。好的，哎呀，这155补刀啊，他说给我允许射击，那你这贪人头的锁定解除，撞一撞，漂亮，撞断腿啊！155你要刚他吗？刚不刚？给不给人头？让不让？真的让给201吗？中国好队友啊！啊，顶住屁股，好，然后给你发，漂亮！那就给他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可以动 QQ 箱，来到 QQ 箱是7678588，他可以看你微信的同学手机的，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靠，差点舌头绞一块了。